路环的旧城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独特的发展节奏让这个中式的村落又拥有葡式的建筑风格，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氛围。今日由我和城市规划师林毅杰先生为大家介绍漫步澳门街之认识澳门的其中一条路线——路环历史建筑。路环市区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已经有四间庙宇，当中最古老的就是天后古庙。天后古庙始建时间大约在1763年，庙内所供奉的天后娘娘是保佑渔民出海的神明。根据习惯，天后庙一般都是新建在海边的，在古时候的路环没有那么多建筑，所以这座天后古庙其实是可以看到整个海湾，甚至是所有的航船，航船上的人也都能够看到天后庙。为什么要有这个对看的关系呢？因为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个海湾是安全的，船员就可以下船补给或是把船暂时靠泊。所以在古时候，除了作为一个宗教的设施之外，天后古庙同时也能作为一个灯塔或是有航标的作用。刚才介绍过的天后古庙是路环历史最悠久的庙宇，而说到香火最鼎盛的就是我们身后的潭宫庙。庙内供奉的潭宫，相传它原本是广东惠州省的牧童，得道成仙后拥有呼风唤雨和治病救人的神力，因此受到渔民的崇拜。是的，邹毅，不说或许不知道啊，这个潭宫的信仰文化其实和昔日路环的采石业有莫大的关系。在早期的19世纪，这边有很多采石工厂，而这些采石的工人大部分是来自广东的惠州，所以我们相信澳门的潭宫信仰文化就是由这些工人带到澳门的。而在每年的农历4月初8，潭宫诞更会演出神功戏贺诞。除了潭宫外，也会迎请路环市区另外两间庙宇的神明金花娘娘、观音、华光一同来到戏棚欣赏神功戏的。回顾路环的历史发展，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而古时的政府主要是管理城市、城镇，居民进出市区只能依靠水路，所以路环可以说是维持着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20世纪初期，澳葡政府在借由一宗海盗绑架案的救援行动，正式进入路环去管制，而又受到了葡萄牙政教合一的传统影响，天主教的文化慢慢进入了路环这个地方，而葡式的建筑也开始在这个中式的村里出现。刚才都提到过，路环是比较原始的渔村，交通也十分不便。而当时的澳葡政府为了方便路环居民的生活，开始兴建一系列的公共建筑物，比如有路环街市、学校、发电厂等等。时至今日，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葡式建筑已经融入了路环市区，使路环成为了澳门其中一个体现中西文化交融特色的地方。直到3条澳荡大桥和路荡连贯公路相继落成，澳门半岛、荡寨和路环的陆路交通慢慢被连接起来。与此同时，路环的造船业、渔业和采石业也开始式微。这个时候，人口开始慢慢减少，但也因此更好地保存了具有中葡特色的社区风貌。多谢林毅杰先生为我们介绍这么多有关路环市区的故事。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欢迎亲身体验漫步澳门街路环历史建筑的这条路线。